嗨，大家晚安，我是五戒。今天呢，要来继续实况《蜡笔小新：微博士的暑假》无法结束的七日之旅。今日から朝の体操に。嘿，一定是暴龙，对不对？あのティラノサウルスが来ています。皆さん食べられないように十分ご注意願います。大家要小心，不要被吃掉哦。那就不要在这边跳早操。啊，好可爱哦，暴龙，好挤啊！では、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哎，最近恐龙都会打喷嚏，真的假的？让我好在意哦，咦呦哎呦哎，还有很奇怪的呼吸声哦，那个大概是花粉症吧。真的吗？学者说那应该是花粉症啊。对，大概他们呢对现在花粉很多的日本，对他们的身体不太好啊。嗯，不是，嗯哼，是花粉，不是花粉，是嗯哼。该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回到以前呢？所以现在他们正要打算。啊、嗯、，Cap 就说了，差不多我们该认真的考虑这件事情了。原来他们想要把他们送回去啊，的确是哦，嗯哼，哦，又发生什么事了？水曜の美味しい朝ごはんの後、博士、外に出ると、また食堂の横で悪の博士が待っていた。博士在外面等我们。どんな用事があるのかな？今天有什么事呢？啊，也不是有什么事了，就是有些话想听你讲。またまた嘘くさい。旁白又在吐槽了。新之助は博士から思いがけない話を聞いた。哦，小心从博士那边听到一些话。嗯，你听好哦，那个时光机器呢，跟我的意图是不一样的，好像附加了一个非常赞的机能哦。哦，什么？我把它取名为妄想传送机器啊，妄想传送时光机器，哈哈，难怪那个机器人会跑出来哦。看来呢。它可以从人的心情或者是他们的回忆里面发生产生作用哦。嗯嗯嗯，这边太多专有名词我看不懂。帕拉索罗。帕拉雷尔。帕拉雷尔。总之呢，就是可以把来到现代的这些恐龙呢，总之来到现代的这些恐龙呢，都是我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绘本里面跑出来的。然后呢？在春日部那些长得跟你朋友长得很像的那些小孩呢，在这里呢，在这边出现的这件事实，也就是说呢，我的记忆跟小新的记忆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世界混在一起了，现实呢却往理想的方向改变喽，哇，越来越复杂了，所以不是经由时光跳跃呢？移动到以前的世界，而是呢，我们生存在一个新长出来的世界哦。哦，嗯，我是小朋友，所以我不懂啊。旁白也说，嗯，我也听不太懂啊。所以观众呢，听不太懂也没关系哦，因为我也不太懂啊。那我们实际举例看看吧，那就是小新召唤出来的玩具钢达姆机器人，那个再怎么说都不是透过时光跳跃过来的吧？而是使用妄想与记忆来实现化的。確かに、確かに。的确，的确。もしかすると、人間の思いの力って偉大？嗯，这么说来，人类的意念的力量呢，非常伟大吗？小心是新闻记者啊，你要知道正确的事情，然后把它正确的写下来。哇，嗯，这个每个记者都需要知道了。然后呢，
要把我的名字推广给全世界哦。我是个疯狂科学家，一定要跟大家宣传这件事哦。啊，明天呢就可以带个听得懂人话的大人了，来来来，跟我采访一下吧。と言って、悪の博士は去っていきました。恶博士就这样离开了。さて、どうなることでしょう？小心眼神死啊！那我们应该先做什么呢？今天，你又在烦恼什么？那么他说恐龙的打喷嚏的声音很大声。我们来观察一下他会不会打喷嚏。看起来是不会啊。我有大新闻，我有大新闻。梅子，你觉得这个报道怎样吗？是两面的报道吗？我觉得很棒啊！那太好了，谢谢啊！对了，还有刚才的咖啡，谢谢哦。刚好是温度刚刚好，非常好喝哦。你能开心呢，我的辛苦就值得了，非常开心哦。すでにラブラブなんじゃないか。什么嘛，不是已经很ラブラブ了吗？可恶！今日はどう？見て見。これは歴史に残る大スクープだ。真的吗？梅子躲在后面，这也是三星新闻吗？すごいぞ、しんのすけ君。又增加284人了。誰も頑張っ。这样是不是已经差不多了？没事。这样，新聞の売り上げが増えたんだ。新这样还差多少？差一点而已耶。我们看今天能不能直接把它完成目标，好不好？虽然是这么讲啊，可是也要有发生一些事情。那果然还是多抓一些鱼，还是。多抓一些虫，就是可能比较有机会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努力的抓鱼抓虫，然后看能不能直接让报社变五星。但是蔬菜呢，还是要记得去种一下，浇个水。这边虽然可以钓鱼，但我很少在这边看到有鱼影呢。我们上次是收成大萝卜嘛，那我们今天这次我们就直接收成一般的萝卜就好了。还是它其实是小萝卜，先拔一根起来看看。是一般的萝卜。好久不见了，剑龙。太好了，在这边抓到好多没抓过的虫。这个马上过去抓。这到底要怎样才能抓到啊？抓到了，终于！我也是找不到那个抓它的位置。这个可以吧？恐龙加入体操了，恐龙花粉了。然后博士的机器，明天要去采访了，还有这个，他们两个已经拉布拉布了，萝卜，好，有这么多东西了，
应该可以五星了吧？好，走吧，我们来投稿喽。世界新闻再上去会变成什么？宇宙新闻吗？これは驚かせてしまったみたいです。でもキャップに出した新の。哎，什么？梅子在发射 Love Love Beam， 爱情光线。这难不成？是姐姐对我？这难不成是梅子对我有爱意吗？这真是吓到我了啊！这真是伤脑筋啊！伤脑筋啊！Cap 一直以为他被讨厌，原来是被爱哦。見て見て、これは歴史に残る大スクープだ。好多、すごいぞ、しんのすけ君。好多三星了、太好了！哇，又多329。耶！赶快！你们公司五星了吧？新聞が大躍進、大か。耶！太棒了！我大きくなった。君のおかげだ。ありがとう。那梅子要跟我约会了吗？新ちゃんのおかげで売り上げが伸びて新聞社が大きくなったよ。新しい新聞の名前は。又换新名字了。世界新闻才一天而已。太阳系新闻。販売数が増えたのでボーナスを支給します。おめでとう。哇，规模好大。哦，该不会有五星卡了吧？哇，全攻击加70，好强哦！这张卡，那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不是要跟我约会吗？今，怎么拍个手就没了？小心被骗了，他没有要跟你约会。怎么会这样？还是要等明天？这个桥真的很坚固，被这么胖的人踩，然后都不会没有要倒塌的意思。来，我们来用新的卡片来跟正男打一场吧。哦，是怎样？我说要玩，你们大家就集合了，是怎样？哦，妮妮说他可以用新的角色了，是不是？每个人都很强，这里还有非常强哦！我没有跟风间打过，风间也是非常强，超级强是怎样？大家是怎样？那我就先跟风间打，非常强的风间打。我也要用暴龙，为什么？风间的血量是怎么一回事？而风间已经用暴龙了，那我用别的好了。我用血量高一点的，血量高一点的也就是剑龙，任性恐龙 QQ。然后血量高之后呢，我们再给他五星卡。我的五星卡在哪？五星卡不能用是不是？在这里。全攻击加70。用攻击力，打看看吧。之前他们都出剪刀啊。哎呀！不过暴龙呢，初步打人好像不太痛，20几滴而已了。好啊，但他的 SP 加好多哦。这样的话我要再石头一次，我不相信。不是吧，怎么会？我再来一次。风间太强了吧。
ますね。你们可以对这种草属性的又喷火呢？他再喷一次我就输了。再来石头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风间暂停暂停暂停，不是这样子玩的吧？风间，那我就出剪刀吧，你再出布，你再出布。谁叫你一直出布的？好，再来，他 SP 满了，我 SP 也满了。再来，我们就同时用 SP 把攻击给抵消掉。哦哦，这个我输的话，按错的话还是输哎。还好还好。去吧，我要反败为胜才行。嘿，哦哦，他想要出剪刀或者是布，所以我们出剪刀就不会输。赢了。哦，还好反败为胜。耶、yeah！ノックアウト！我们战略上胜利。お見事、しんのすけの勝利です。しんちゃん。耶、yeah！我赢了就要走哦。拜呀！哦，明天又有恐龙大会啊？这假的？可以不要吗？就说好像很久没有在这个时间点去找博士聊个天了，我们去跟他讲个话吧。哎，一定要坐这么远？你一个人在这里吗？嗯，对啊，我没有空跟朋友在这边吵闹，哈哈，因为我要征服地球啊！我要把世界上所有的游乐场的年间券给入手。为了这一点呢，我要先把这个城镇给征服下来，这就是我的目标，所以我才学习了古代传承下来的时光机，把恐龙给叫到这边来。我连去东京的家庭王国，应该是游乐园的名字吧，都没去过。有一次可以明明可以去的，可是我却感冒了不能去。哎，就现在感冒好了就直接去就好啦，干嘛绕这么大一圈啊？真的是想不透哎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哦，太好了！报社呢又变大了，变太阳系新闻社了。嗯哼，哦，已经变世界最大了吗？哈，耶！我们已经是一流的新闻记者了。这样应该就可以跟梅子好好约会了吧？照理说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耶、yeah。嗯，怎么了，小新？水曜日の晩ご飯。難しい話が理解できないしんのすけはパラレルワールドのことを。哦，小新把他听不懂，就是早上博士跟他说的那些话呢。ヒロシやミサイに聞いてみた。他就去问了一下广志跟美雅，所以这是平行世界的意思吗？平行世界的春日部有着小新真实的春日部防卫队。广志说呢，平行世界小新呢、啊、跟真实的春日部防卫队其实是不存在的哦。啊、哦，这样子
平行世界家里的那些还没吃的巧克力就不能吃的。それを聞いた篠介はちょっぴり怖くなりました。听到这样子呢，小新呢有一点感到害怕了。啊，管平行世界是不行的。必须要做点什么。いい風呂。又是入浴画面了。打呀，打呀，再去偷看一下吧。哎呀，这边门还是没有打开哦，而且居然在二楼都可以听得到隔壁在念故事书。嗯，为什么我最近都会在这间店呢？因为我有事情想要问一下次郎嘛。啊，一定是恋爱相关的问题啊。哎，这边有个问题哦。嗯。最近都听到恐龙在打喷嚏哦，是花粉症吗？还是感冒呢？还是因为吃了咖喱呢？我觉得可能是吃了咖喱吧。哎，是这样子啊，真是意外呢。我以为是我的胡椒粉加太多了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来看。那我觉得应该离目标。离结束应该越来越近了吧，因为我们已经把新闻社用到五星了嘛，对不对？而且谜底差不多也都解开了、哦、所以呢应该快破关了吧，我想。好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